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发财啊。大多数淘金客都是为了改变命运。我这辈子除了淘金，我不会干别的。行不行？你也只能信我，我也只信我自己。你们这些淘金客就和赌红眼的赌徒一样，在这里我认会不会亲自跟你玩，如此狼狈，别想我一个人，咱俩活起来吧。吃掉我早活早安的事，别跟我们一样，为了一颗金子活得一点人样都没有。金子杀不了人，欲望才是最锋利的刀。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要是人真没了，一定要找到害的人，我一定要找到。没有你哥，我没法活下来。这场你交了，来多少？你说是贪心还是迷信？贪心也好，迷信也罢，我必须活下去，但不是为了金子。都是靠金吃饭，说到底还是一家人。